谁向您索贿，沈先生？威晶集团主席沈庆金涉嫌行贿，换取放宽金华城容积率，列为贪污被告。不过一开始他笑着走进北检，似乎对整个案子很有信心。是不是有什么部分要厘清的呢？而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小薇也被拘提，和他的吴姓助理同样被带往北检。三人经过漏夜复讯后，检方认定涉犯贪污之违背职务收贿罪，遭声押禁见。应小薇以及他的吴姓助理还有沈庆金被声押禁见后，目前已经被带往法院的拘留室，要等待开羁押庭。检联28号兵分48路展开大搜索，针对金华城容积率弊案调查。办案人员清查相关金流，掌握到关键证据，发现应小薇和沈庆金两人有明显的不法对价关系。沈庆金当时透过管道先后汇了4500万给应小薇，而应小薇在向前台北市长柯文哲游说放宽高达1.5倍的容积率，三人经手不法金流遭到声押。不觉得被迫害吗？金华城董事长陈玉坤复讯后以1200万元交保，应小薇办公室执行长，同时也是男友的王尊侃500万元交保，最后他的女助理则是以200万元交保。而这回沈庆金也重金聘请2名王牌大律师帮忙辩护，曾任高检署检察官的岳芳如从头到尾跟在身旁，还有前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胡元龙。如今随着应小薇、沈庆金都遭声押，前台北市长柯文哲现在恐怕将成为下一个约谈目标。三立新闻陈庭儒台北报道。